挑战用老版本的出装来玩现在的亚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相信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说，亚联不是才刚刚上线吗？其实早在100多万年前，亚联就已经上线了，不信你问麦克阿瑟将军啊。今天就来测试一下亚联老版本出装还能玩吗？这把对战我们的好兄弟老逼灯，我敢打赌这两个装备你绝对不认识。第一个装备叫做破灭君主，也就是现在的末世，还有这个装备以前叫做霸者重装，现在也叫霸者重装。对抗期间亚联打狂铁是零开吧，看见狂铁我们直接开大，落地之后打四下普攻，开启一技能把被动打满之后再开启弱化，这样我们就有40%的免伤。就问狂铁拿什么跟我们打？哎呀，看好了，零了零了零了。其实说真的，亚联这个英雄如果前期伤害高的话，那他的伤害一定不低。特别是到了后期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出魔女，但是血量已经是10000以上了，并且有血魔跟弱化的加持，看见 C 位直接跳大就行了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！记住一句话，只要大招跳得好，那么就能回家很早。